三四个临时的拢总回去。啊，唔过其他的人呢，我若甲这咱时代讲吼，阮两个怎啊一个主管哦，拢领七八万，啊，若唔免做代志，啊，两个我都爱关门啊。安尼敢对？当然嘛是唔对。我付出你这个薪水，你对两个贡献就是爱伊，都是要双向的。互相，我付你的薪水，你对两个要有贡献，这是一定的，这个原理是不会变的。但是外口会讲，啊，因为拢互这个公司无照做，无迄个无照做。去到对就是爱晓做，戆的信用簿就是甲银行同款的哦。领钱、寄钱、做放款、做定期的，什么服务拢爱包。袂使讲我袂晓做，不过我要领薪水。有同事伫分部要转个信用簿嘛，讲无照做，无照做，我嘛无法度啊。你就是爱家己想。所以唔是我讲互你钱，是你爱看你的能力有够遐无。啊，若以前吼，我家己大讲啦，唔免相骗啦。那当然吼，那像用拢伊同款啦。哦，嘛无像即卖即个进步啦，即卖去弄个哦，应该甲以前是无同款啦。我要互你大家感觉讲，弄个以前人讲弄个啊弄个啊，即卖哦，我入去互你感觉讲啊有影有新一个银行，这就是要互恁大家有当感受着的，一定要往上提升，开一撮仔钱，互大家安尼音乐听较水的，大家脑皮你就通感受到，过来我嘛做几条音乐互大家坐，这是小事，但是今仔日。我回来弄的，这年甲即马做议员是无同哦。议员哦是顾巴头，顾尾头互部长管掌，即四样田拢爱顾。啊，后尾弄的总干事，就是甲这会员八到千个，甲这七十五个同事甲顾好，这范围就较小啊。啊，毋过我嘛希望，咱今仔日伫遮食饭用餐的这时段，你相信我一句话，今仔日你甲手中这张票支持我的小妹黄美瑶。以后梁菜真爱工作，就是我黄爷工作，安尼好吧？好，我相信我有法度给恁大家做满足。黄爷讲会到，一定做会到。你若要拜托一世界黄溜溜吼，也无较紧啦。吼、哦，财政呢绝对袂较输啦，安尼就无大姐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妹妹吼虽然吼伊唔爱伫地方吼，但是我甲恁大家报告吼，他的能力未比我较歹，伊的能力未比我较歹。只是无啥闲尔，即马阿唔看看，等下袂去，唔知要阁叫啥，安尼尔。若予伊两年的时间，我相信伊的能力绝对超过我。我伫遮嘛是爱歹势讲俗句啊，小酒重阳吼，应该是甲大家吼祝贺讲啊，重阳节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但是这位今天来的与会的贵宾，各位万顺荣议员，哇，好多的啊，各位林先天吼、常专林，咱伫遮咱嘛袂使有私心啦，嘛祝贺今仔日参与的人，大家拢会当高票当选，安尼好不？好，谢谢，来谢谢大家，拜托大家，谢谢，但是谢谢，来啊。咱即摆吼，过来邀请到咱的俊良议员，吼、哦，俊良议员来，咱俊良议员吼，足甲咱关心，啊，正早就来到会场，来甲拍只破欢迎一下来，好，欢迎到咱的俊良议员，咱的陈议员陈俊良，来你好，谢谢。多谢主持人的邀请，啊，今仔是咱莲菜庄中秋俱乐部，哦，敬老尊严庆祝中秋节的日子。的暗会，啊，当然在这有咱的馆长吼，咱的秘书陈向阳，啊，到林明进，啊，嘛咱郭伟鼎吼，镇镇参选人哦，欢迎龙田水利会其他秘书陈威成，啊，嘛咱陈明胜哦，证明代表，啊，还有咱王清煌代表，啊，嘛咱郭伟鼎吼，咱的镇镇参选人林新丁。啊，搁有哦，咱李文参选人哦，黄美瑶，啊，搁伊姐姐哦，农会总干事，啊，搁有咱莲菜里的吼，咱的地国华里长，啊，搁有姐姐吼，真侪贵宾哦，啊，若阵容无介绍着，请大家吼会当体谅，啊嘛，有咱莲菜庄吼，咱的长辈时代吼，搁真侪朋友吼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俊良伫遮哦，先来祝咱哦，梁太宗哦，咱的长辈时代吼，来庆祝中阳节，祝大家中阳节快乐。啊，当然伫遮嘛，爱先甲咱梁太李吼，梁太宗咱的长辈时代过去，就甲我的父亲哦，前议长陈清秀吼，支持几啊届，
啊，顺良这次也要选第三届。啊，当然过去地方的建设吼，身为民意代表，拢嘛是爱认真来操控，认真来做，这是民意代表的职责。啊，顺良伫顶届吼，咱地国华里长吼，伊有建立一条水利会吼，拢无法度做的沟啊，这条沟啊就是伫咱民生啊代表吼，因北平这条。啊，当然我嘛身为水利的会务委员，所以吼、哦、利用管委的经费吼，嘛来甲伊改善。啊，当然伫顶届吼，伫咱西平吼、哦、这个、社区吼、哦，我的父亲亲像啊，嘛来会勘吼。阿辉姆嘛吼，伊嘛是讲吼，即个改善，啊当然拢已经有做好啊。啊，伫咱莲菜里，甲咱本地里吼，即大顺边吼，马公圈支线，即日光顶嘛是尽量伫今年初都甲争取落来。啊，即咱民生代表伊拢有来参加会勘，啊当然啦、啊。真侪建设吼，都拢需要来做。啊，俊良希望讲吼、哦，咱念菜里过去这前辈，就支持我的父亲亲手啊，嘛曾经念菜里吼，嘛开足好的票来支持我的父亲亲手啊。啊，当然俊良伫遮嘛希望讲吼、哦，大家呐认同过去我的父亲的打拼，啊，俊良这三届哦要选第三届。啊！伫即两年吼，即两届有伫议会替大家发声，包含水井的问题、甲地方的建设吼，希望讲吼，恁手中的即个新城的一票，继续甲俊良支持，会当予俊良吼顺利来连任当选，俊良一定会认真来替咱争取建设，吼、哦、替咱地方来解决问题。啊，当然伫遮也真侪贵宾吼，中国拢来参加。啊，俊良伫遮祝所有来参加的中华贵宾吼，甲莲菜里的长辈士大乡亲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多谢。好，謝謝我先甲你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来，啊，即摆吼，咱要先邀请到咱的这个来莲菜镇吼，咱所有美女，来所有美女准备好未？来，因为吼，咱即摆无先表演吼，较等下食饱吼，啊，老人拢较早困吼，我今日食精彩节目吼，确实我看无着无，来，啊，我即摆先邀请到咱这个莲菜镇吼，咱的这个舞蹈班，啊，舞蹈班吼，这莲菜镇的舞蹈班吼，是一群吼热爱律动的啊，所有的辣妈所来组成的吼，啊，由着咱的张玉老师吼，啊，特别咱的吼免费义务啊来甲恁教导，啊，张玉老师是哪一位？张玉老师你好。老师你好棒呢！哦，听讲安尼指导教吼，即个辣妈呢，大家舞拢跳个真好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啊，敬老尊贤，九九重阳佳节吼，咱提早来吼，甲咱只啊长辈是多庆生，啊，咱所有只啊辣只辣妈吼，要来甲咱做精彩舞蹈表演。那么咱即摆吼，啊，要来表演以前，咱嘛伫只代表着咱的这个莲菜镇舞蹈班，啊，感谢着咱这个李长，这个华李长，啊，着咱。李所长，咱吴副长吼，啊，老师你好，稍等一下，阿妹嘞，吼，感谢到咱地国华李长，甲到咱的李所长吼，啊，咱社区李所长吴副长吼，的这个支持，啊，所以讲叫咱组织个班吼，啊，咱即摆呢，啊，要来表演的第一首曲，第一首曲叫做《爱得太傻》，第二首是《山野花》，啊，咱即摆就来甲赶紧欣赏，咱莲菜镇最辣的辣妈，拍破个鼓。音乐不落去，爱得太傻。来，音乐要从头开始哈。好，来，好，老师这条走。
这班，来来来来，爱的太傻是比较较轻松的啊，这个舞厅哦，谢谢，爱你哦，爱你们哦，谢谢，还有一首舞曲《山野花》，好，来张玉老师以及所有的辣妈，来精彩的演出，音乐请下。